Hello， 大家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叶子。今天呢，特别来到了台南，要来带大家一起逛2024的文博会。这次2024年的文博会主题啊是宝岛百面，也就是宝岛本体充满多元可能的百种面貌，也就是想要表达一种100%充满信心的绝对肯定。而这次2024文博会的地点呢，是选在台南。台南有400年的历史，跟当下生活的人们互相雕刻出这座城市的多样性样貌，也就象征着这一次的主题百面。而今年的文博会啊，总共有570个品牌的进驻，时间是从8月26号一路到9月1号。而地点呢，就在大台南会展中心。除了文创品牌以外啊，整个主视觉他们也设计了非常多的活动可以参加，也包含创作者论坛啊、讲座跟手作课程，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好，那我是今天第一天26号来的，那接下来呢就会用我的视角来跟大家介绍这次文博会的展区。如果对2024文博会有兴趣的，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第一摊呢，当然要先来到我的爱牌收收熊。这次会特别冲来台南的文博会啊，有一部分就是因为被他们家的新品给烧到，主要的角色就是马铃薯泥还有他们家招牌的小熊。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有为这次的文博会做了一个小小的展示区，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家很多的联名商品，大家可以来这边拍照。他们家陆续有出过很多娃娃类的产品，也都非常的受欢迎，有这种大只的啊，还有这种可以放在办公桌或者是书房里面的这种比较小只一点的玩偶，都非常的可爱。这次还跟伙伴玩具联名了阿尼的公仔。直接带大家看新品的部分，有这个是耳机壳放在桌上的小立牌，然后还有我这次为了它而来的发夹。袜子是比较久以前的新品了，还有这个专门为旅行而设计的小熊，就是现在不是很多人独旅嘛，就可以带着小熊跟你一起出门。第二摊呢，来到啾啾妹。啾啾妹这次的主视觉呢是做日式泡汤，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除了泡汤之外，还有很多日系风格的元素，像是富士山啊、樱花等等的。啾啾妹这个品牌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在画一些她跟卡尔的一些恋爱大小事，简单来说就是还蛮日常、蛮生活化的一些小插图吧。而这次像这个擦手巾啊，还有日历也都是这次的新品。而且我发现他们这次有特别设了一区是非常平价的一小区，这一区的东西几乎都只要铜板价就可以入手，所以如果是预算比较有限的学生党啊，可以来这一区看看。下一个品牌呢是日记业，这是我第一次介绍这个品牌，也是我在这个文博会之中发现的一个新品牌。它是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品牌，他们的周边商品有非常非常的多，而大部分都是跟手上相关的一些打底用品啊，或者是一些印章啊、纸胶带、贴纸等等的。我觉得他们家几乎的素材都是那种比较适合打底类的，如果是那种喜欢拼贴啊、手账的朋友，真的是一定要来逛逛这一摊。他们家有很多底片啊、背景文字或是画框的素材，其实用在拼贴上面都还蛮好使用的。
我会被这一摊吸引啊，就是因为它的范本，它的范本这根本已经是艺术品等级的了吧？到底要是什么样的细节控才能够做出这么细腻、这么厉害的拼贴啊？我只能说，它这个 sample 真的是太厉害、太美了。说到印章啊，他们家有一款印章是我觉得还蛮值得推荐的，就是这一款，它做有点类似那种古典建筑物的感觉，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拿来摆拍也很好看。只要在区的款式也很多，也很多漂亮的女孩啊，或者是一些文字素材、背景素材等等的都很好用。还有一整面墙的转印贴纸，我感觉他们家转印贴纸拿来打底应该也是还不错的选择。中间呢，经过一摊叫做 Corner 转角，他们家竟然放了一整台的夹娃娃机在这边，欸，会不会太厉害了呀？下一摊是东维工业，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东维工业的摊位了。他们家的特色就是非常的鲜艳，然后话语也都非常的直白。如果你是那种不喜欢跟人家一样的拼贴风格啊，或是喜欢那种比较独特的味道的话，其实还蛮推荐你可以来逛逛他们家的，因为他们家很多东西真的都做得非常的特别，只是我个人可能没有那么容易驾驭这样子的风格啊。而且他们家的水泥印章啊，是主打每一颗都是手工刻制独一无二的，非常值得推荐。然后还有和小犬联名款，只不过今天刚好卖光了。建议你们也可以来翻翻他们家的 sample， 他们家的 sample 是他们自己做的，非常的有特色之外，他们会把一些票根啊或是一些包装纸拿来放在手帐里面，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可以说是把那种身边可能平常我们会随手丢掉的小垃圾都直接把它变成宝贝素材的那种感觉。下一个摊位呢，也是我这次新认识的品牌，它叫做花裙子。他们这次是把店里营造成类似这种蔬果摊的感觉，整体的主视觉配色是以橘色、绿色、黄色三种颜色搭配为主，我觉得看起来还蛮可爱，而且又蛮清晰的。以台湾的传统农产品作为发想，然后设计了很多不一样的主题贴纸。他们家还有出酷卡，这个酷卡是可以免费索取的哦，总共就是有他们家的五个角色，每一张都非常的可爱。哎，我们故事叫花裙子，然后主要是在说这个女主角，这女主角她叫做朵朵，对，然后她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然后她在她的面包工厂里上班。对，然后因为每天都一成不变的嘛，所以日子也都过得很无聊。
对，然后后来有一天他换上衣橱里的花裙子，因为平常他都穿比较朴素的，对，然后突然有一天兴起穿上了花裙子，结果裙子有魔法，对，然后魔法就带他飞了起来，掉入了一个森林里。然后他就在森林里就是有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见到不一样的人，对，像是有一个科学家，他叫阿尔，然后他实际是已经会飞了，但是他又想要突破大气层飞往外太空，然后还有一个外表看起来很凶狠但是内心很柔软的大猩猩，像一个爱漂亮的拉拉歌手，对，然后还有爱冒险的法兰克，对，所以变成说他经过了这一趟旅程之后，他更想要去追寻自己，然后再探索到底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所以他只是一个比较像是心灵成长的一个故事，对，然后他其实也在投射我们自己，我们之前以前的经历，对。他们家也有出这种小铁盒，就是你可以拿来放一些小东西啊，或是纸胶带等等的。他们家总共有五个角色嘛，每一个都有他们各自代表的手机挂绳样式。下一摊呢叫做十秒钟教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们家的插画，他们常常在 IG 上面会分享一些比较的一些图文，还蛮可爱的。然后他们这次的主题啊是火锅店，所以你们会看到有很多火锅的配料啊，还有像这个盘子里面也可以装火锅料，超级可爱的，还有鱼板制成的扇子啊，还有很多小卡片也都非常的可爱，然后还有这个巨型的鱼板娃娃一定要来拍照的。往下看呢就会看到各式的火锅配料，然后这边还有现成的一整锅的火锅，放满了各种的火锅料在里面，真的挤在一起的样子真的是超级可爱的啦。除了单个的火锅料之外，这边有这种组合的火锅料，真的很像是那种我们在超市买的那种综合火锅拼盘的感觉，这摊你们一定要来拍照。下一个摊位呢是蜜可鲁，他们这次是把自己的摊位做成像是超市这样子的概念，其实他们的玩偶真的非常大，所以从远处啊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他们摊位的位置。他们家主要就是做那种蓬蓬的那种疗愈小物，有他们家的一些小动物啊、小花等等的一些角色。麦克鲁他们家其实也已经参加过非常多年的文博会了，加上他们也常常跟很多品牌有做联名的部分，所以他们家的商品货还蛮齐全的，所以你们如果有要找一些生活用品啊、装饰小物等等的，他们家商品概括的种类其实都还蛮多的。整体的风格是属于那种很缤纷又很浮夸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样子设计的朋友啊，也可以来他们摊位逛逛哦。下一个摊位呢是小确幸，小确幸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品牌，也是我关注非常久的品牌，而今天第一次在文博会见到他们实体摊位的本人。商品的部分其实种类没有到真的非常多，但是每一个商品都能够看出非常温暖的那种感觉，商品大多都是以那种偏暖色系的色条居多。
然后还有这个我一直很想要买但是还没有机会买的徽章，它真的是非常可爱又非常温暖的感觉，只可惜他们家就是只能用现金付款，所以如果你是想要用手机啊或者是线上付款的人，这边可能就没有办法，可能要先去换现金才有办法买这样子。接下来呢，被这个粉蓝紫配色的摊位吸引过来。这个摊位呢，它叫做低级失误。品牌大部分是在画一些恋爱跟受挫的一些故事，所以你们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很多的商品啊里面是有一些可能眼泪啊或是武器，也就是代表在恋爱中受挫的过程。也藉由作品告诉我们，虽然在恋爱中有可能会不断的受挫，但是也不要放弃。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画风啊很特别，是一般市面上比较少见甚至是没有见过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还蛮可以来试着追踪看看的。然后他们的作品有些也用非常特别的材质去呈现，像是这种比较镭射的感觉啊，会让你觉得整体看起来非常的特别而且很漂亮。下一个摊位呢是纸上旅行，纸上旅行顾名思义就是带着大家在纸上旅行，而这次布置也是做类似这种飞机窗口的理念，就是有这种旅行的感觉啦。然后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胶片，带着这些胶片去旅行，就好像是把纸上中的旅行变成真正的旅行一样，我觉得是还蛮有意义的。哦，然后这次还有跟Pian合作的这个标签贴，它就是一张一张小张的，拿来贴在信封啊，或者是要当做送礼的那种小贴纸，都还蛮适合的。下一个摊位应该都是大家熟悉的摊位了，叫霸轩与小美。他们就是一个人很会画画，一个人很会说故事，所以把他们的品牌啊，用故事还有插画这样子的结合做了一个呈现。商品的部分其实没有很多，但是都是很具有代表性的，像是贴纸啊、吊饰，还有一些他们故事的明信片等等的，都还蛮有特色的。下一个摊位呢是摘星星的女孩，他们家就是以紫色调为一个基底，所以真的是喜欢紫色控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摊。这次比较特别的商品啊是这个太阳捕手，寓意是让夏天的阳光转成七彩的彩虹在房间里转的那种感觉。而我这次最喜欢的新品是这个时光胶片，储存了时光跟回忆的胶片啊，在光下它会有不一样的形态展现，我觉得很漂亮。下一个品牌是 Crude Woo， 他们家就是画这种比较像是面摊的红色小爱心的感觉，很像是对很多事情啊都已经放宽心啊，没有任何想法面摊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有品牌个性的。来到下一摊呢是捣蛋鬼，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叫捣蛋鬼啦，不过我们看到他们家有非常多可爱的设计啊，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小捣蛋鬼的娃娃吊饰，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给人那种鬼灵精怪又有点可爱的那种感觉。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博会，也就是我们全台湾人一年一度可以共襄盛举的一个活动。
而今年比较特别的是，今年是第一次办在台南，因为台南已经有400年的历史，对于台湾来说啊，它是开启了面朝大海连接新世界的重要起点，对于历史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也呼吁了这次的主题宝岛百面。百面这个词从中文的字面上可以呈现宝岛本体充满多元可能的百种面貌，从台语来讲啊，可以有一种100%充满信心的绝对肯定。虽然这支影片上片的时间应该文博会已经结束了啦，但是大家如果有遇到喜欢的创作者啊，还是可以去追踪他们的 IG， 就可以知道下一次的活动时间跟状况。不过刚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自己这次在逛文博会的时间啊也非常的有限，500多个摊位其实我真的是逛不完，这也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所以有些摊位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们很仔细的介绍，就只能用画面的部分稍微带过去让大家看一下有哪些这样子。好吧，那以上呢就是主要跟大家想要仔细介绍几个摊位，那剩下的摊位呢就直接用画面的部分呈现。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也欢迎帮我按个喜欢，然后分享给身边喜欢文创商品的朋友哦。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